川军服展活动获奖人员出炉，今天小编必须突袭获选官兵驻地，将纪念日报独家设计的客制化 T 恤送到他们手中。哦，天哪！我今天休假。小编现在来到特战指挥部，今天就是要来找这位陈思瑶士官长。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要把这件 T 恤送到他的手中。现在废话不多说，跟着小编 Go 吧！学姐，学姐，我们现在正在找一位陈思瑶士官长，就是听说他现在在教官组。可是他现在已经不在教官组了，已经到清泉岗。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小编现在从桃园杀来台中清泉岗基地，就是为了要找到陈思瑶士官长。相信他今天一定没办法逃出我的手掌心，我一定会找到你的。根据可靠消息来源，现在目前在重量训练室，我们现在就要来突击他。现在来到重训室。你好，请问是陈思瑶士官长吗？对，因为你有参加我们就是穿军服站的活动，这就是我们就是为你客制化的 T 恤。要穿，可是我现在流汗。士官长，你看，要脱一下上衣。重训也是这一两年才开始在自我要求啦，所以我是扛得起来咯。是被人家这样举起来，好害羞哦。各位女性观众看到了吗？快点底下的贴文留言好不好？那我们马上前往另外一个地方吧。 Go！ 好，小编现在的所在地是海军左营营区，这件 T 恤的主人现在就在这个营区当中，听说她长得很漂亮哦，所以各位观众期待一下吧。欸，那个好像就是我们的目标，很惊吓吗？你是有参加我们那个穿军服站的活动，刚好就是荣获我们就是这次活动的前三名，所以我们有特别制作的就是两件 T 恤要给佳琪学姐这样子。有想过就是这个 T 恤要怎么穿吗？应该一件给男朋友吧。啊，所以佳琪学姐有男友了。各位观众不好意思，你们没有希望了，学姐已经有男朋友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是成功将这件 T 恤就送到佳琪学姐的手中，我们现在赶快去找下一位官兵吧，拜拜。这里是哪里？我可以不要出去吗？我们现在来到陆军五八炮指部。你好，全是凯玉学姐吗？对，因为你刚好有投稿我们那个穿军服站的那个活动，然后就是你是荣获就是第二名的殊荣，我们报社有特别做了就是 T 恤，然后要送给你这样子。好，那现在要来访问一下凯玉学姐，就应该是都是大家最想要知道的问题吧？请问凯玉学姐有男朋友吗？嗯，没有。帮大家争取一下福利，好了，就是有没有？就是特别喜欢的理想型，身高比我高，然后要幽默，重点是要聊得来，个性相处很重要。各位男性朋友们有看到了齁？那我们这次穿军服站的活动就正式告一段落，那下一次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把这个小礼物送到各位官兵手中呢？那我们敬请期待一下，下次见，拜拜。如果您喜欢《青年日报》影片，请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还要关注脸书、IG、推特、Flickr 相簿和 Telegram。除了最及时的军文，还有不定期的抽奖活动哦。